白板上请人二字是谁要找人才呢？账号写着 Stephen Chow， 没错，港星周星驰亲自征人啦。鲜少露面的他昨天晚上无预警开通 IG 账号，首po文章写着在漆黑中找寻鲜明出众的 Web3 人才，工作范畴是助我建造创意未来，你还需要有头脑又宅心仁厚，星爷招兵买马准备进军元宇宙，有兴趣的人可以贴出个人简介影片或作品，星爷会亲自捡人，还真的有许多网友上传作品，应征者源源不绝。不过向来低调的星爷竟然会开始玩社群，被怀疑本人经营的真实性，对此港媒也向他的助理求证，证实这就是周星驰本人开的 IG 账号，但对于招募 Web3 人才一事不愿多说明。网友又惊又喜表示，有生之年终于可以见到周星星同学，也预祝星爷找到好人才，还要星爷快出来拍电影。